母鹤，我们考试回来了，快看，我和白雪都考了100分。哇，这考的也太好了，母鹤要带你们去游乐场吃好吃的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来电话了，我来接一下电话。喂，我知道了。贝尔、白雪，你们老师打电话了，说你们只有一个人考了100分，还有一个被他批改错了。啊，怎么会批改错呢？肯定是我的对，白雪的写错了。贝尔不对，应该我写的对，你写错了。应该我写的对，母后快带我去游乐场吃好吃的。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要让小朋友帮我看一下。小朋友，你们觉得贝尔写的对的发笑脸，觉得白雪写的对发小能量。小朋友，你们快看呀，我贝尔真的考了100分，你们快点给我发笑脸，千万不要发送这里的小能量呀。小朋友，你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快看，8+3=11，10+2=8，我的才是对的，你们一定要发送这里的小能量给我证明。小朋友，你们检查好了没有，是发笑脸还是发小能量，快点投票吧。小朋友千万不要发小能量，我还要让母后带我去玩吃好吃的呢。